那么多要玩星光票，今天星光票盖盒啊，对啊，差了足足差了快要200块。这边也是，大家都在等星光票。6699，1399。对，我应该带学生证哦，怎么没有人跟我讲说带学生证？他没有学生证票啊。有，他讲的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可以通过学生证出来。星光票没差吧？99。你妈耶！对，这个票每差都399，不管身高怎样都399。对啊。3991，你看秀哎。3991。你看秀哎。哎，第一次晚上的。没有玩晚上的。你们都有玩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不想玩晚上的。晚上的说不定比较刺激啊。没有人。最近半夜就出了一只鬼啊。哎呦。吓死人。现在什么月？不能讲歌舞日，要讲好兄弟。来，这边欧尼尔，要讲好兄弟。来，拜拜。没有拜拜，他叫陈太太。而且等一下把他扣上来就好。Mr. Chen， 那不要扣上来的时候穿那个。哎呀。知道，就问一下。哎呦哎呦，你看咱们的婷婷那边已经亭亭玉立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，亭亭玉立，而且亭亭，我想吃冰呢。冰啊，那边有只大的，这边有一只大的。你要把它吃冰，够你舔的。对。我想要啃一颗茶叶蛋。我也想吃茶叶蛋，味道好香哦。我也想吃。你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很香耶，你在品尝你的爆破呀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就吹吹闻。早就知道不要吃到什么鸡肉饭。